这个你先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在你们看来是变天图，但是其实呢，这个叫做魔术师的预言，就是魔术师会把预言写在上面，然后预言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可以听上去蛮悬疑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首先呢是这样，你有觉得什么看不到吗？把这张垫片纸折起来，然后再折起来。你再帮我确认一遍吗？那里面没有，你觉得写错什么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。那接下来呢？我这里有个想法，你帮我放到这边。确认没有写错，直接折，这样放吧。折好放。对，这样放进来。OK， 好，放到这里了。那接下来呢？还有地方随便点任意一张，换不换？不换。我们先不要看，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？还是一样，放在这里。对，放到这边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对，当然可以放。刚才预言上没有写东西，对不对？是没有写东西的吧？你看哦，我先把牌拿出来，先把牌拿出来。来，你帮我把预言拿出来。好，这样呢，我告诉你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刚才你看不见预言上的字，对不对？如果现在预言上的字。预言上白选正确的话会变成红旗，只为了看你觉得我会变这张牌，我先给你看牌好吗？好。红心七，如果这个预言的红心七会不会很神奇？会。如果正确的话就很神奇。 K， 你不会选黑桃 K， 这正确了。对，正确的啊，你不会选黑桃 K 啊。不过不选到黑桃 K 好像是很大概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稍微有一点。选到黑桃 K 的话才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本身不正常，或者我不正常，因为如果你在以后全是黑桃 K 的扑克牌里面选不到黑桃 K 就不正常。我也就选到了，这就不正常。看一下，都看一下，每一张都拿出看一下，这就很不正常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黑桃 K？ 这张不正常，有点神奇。再来一次吗？啊？再来一次吗？不是只见一次。